张竹伟，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以及有缘人，大家，大家吉祥，吉祥，大家好。歹势，因为伫香港三年外，无小心讲讲重话。其实要甲各位报告吼，阮即届三大大届，拢总有330多个出家众。因为各个所在拢足希望阮去的，所以阮就安排1/3的人来甲咱台南安平地区。我们来到安平地区，我们感觉非常的心安，乃至于非常的心平。看咱的议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区长也好，还有我们整个安平天后宫的各个这个，在张竹伟的带领下呢，我们所有的委员可以说为我们安平地区做了很多那个净化身心的工作。那乃至于我们的南台别院也在安平地区，我嘛做希望讲，因为有今仔日天卡铺挂在这里阴天，后盖咱的乡亲嘛会当去咱的南台别院去啊上课，去了解，那多了解啊，面对生活更懂得怎么样去做好自己的本分。等到咱台叔讲的，讲爱讲好话，爱做好代志，爱存好心，这就咱含咱的天后圣母的这个。跟我们教的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希望借由今天行脚托钵的因缘功德，我们所有的行脚僧愿意把我们在三坛大戒的修持功德，乃至于今天在天卡吐钵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卡钵一佛号，好好的要回向给我们台南地区的大家，来自于我们安平开台地区，大家能够呢身体健康，少烦少恼，生活能够幸福美满、安乐、吉祥。谢谢张竹伟所带领的团队，感恩的支持，就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也感谢我们所有各组义工的参与，那更感谢在路上给予我们支持的所有民众，祝福大家。感谢两位法师慈悲祝福，宣布行脚终止。好，我念一句，大家跟随一句：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走出人间光明的道路，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起床。